嗯，我说一配对，配对到队伍来，竟然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很好啊。空手，要跳哪里？跳这边吧。哪里？工厂。标在哪里？你标在哪里？这边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再来。中间、哦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还是你有哪里想跳的？没有啊，随便来，这是地图。你有进去那个城市看过了没？没有。你说阿城嘛，这大的这个阿城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跳到这里来过，但这都是高楼大厦，而且是有些门进不去的。它是有那个门禁卡。那什么保全钥匙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就是钥匙啊，一张卡片嘛。他然后在城市里面的还有一些是说需要那个无人机才可以进去，那个其实你跳精准伞的话你也是能够跳进去的。里面不会有好东西吗？会有，据说门卡里面刷的东西是更好的。没有没有，门卡里面刷的好像都是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鬼空投物资的东西。是飞机你要吗？要。Thank you.
你看一下有没有情形握把？我这边有个锤子。啊，你要进行握把是吗？对。哦。你有的话，你等下过来跟我换那个锤子。清新不用了。破龙，你要吗？我有了，你也有了是吧？诶，有了。你家是几啊？012。虽然没什么距离可言，但是近距离打击还是蛮好用的。它还是有点射程，不是吗？300，但是最远距离300，但是其实你只要稍微远一点的话，它的那个压枪有点艰难。对，还是无感就对了。但是近距离是肯定 OK 的。你急救包跟饮料那些够吗？都够，啊？都够。哦。那 O2 的子弹很难找呢。因为他好像地上刷新，如果他给你30发，那是很好，那是最低配，最高配的话是给你50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他的子弹你也没办法拿多少。哦，四倍不用了，我有了。啊。他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啦？那种之前可以压的距离，结果到达的时候，就变成是完全没办法压的那一种。啊，我有49发的备弹。哦，你也是用012。对啊，他有个那个奖励任务可以拿，拿哦，来玩一下。那个我做了。找射击手吧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打保守一点好了。
这样子操作。你过来，我把012的子弹给你。我有啊，我够了啊，49啊。我这边还有60，你再拿去吧。我剪不下，我剪不下来。我另外一把是 mini，有148。没关系呀，不要说帅。你有垂直吗？有，都有，都有，满地。车子，翻左吧，圈在左边。哎呀，爆病了，又爆病了！我靠，400多哎，这么强！我要轰炸机了。
哎、欸，我都找不到人哦。你看航线。航线在那个很尴尬的点。我点消不掉啊。啊，有时候会这样子。你看下面西，看西城的角度那边的话，应该有可能。我们不用走了，可以留在这边了。魏迪，这边。哪里？怎样？有看到人吗？应该是说，我现在再看一下，猜一下他们会从哪里来。去哪里？圈在这边，我们基本上也可以不用走啊。你可以往中间去一点点。看一下啊。就停在这里。车身哪里？哪里？左边。这个方向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宝贝，他们有 AED 啊。你剩十八，对，你剩十八，那我的给你，那我的给你，我换另外一把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 P 九零？哎，这里有 P 九零哎，你要拿吗？不要，那个子弹有点少，两百，三百发。来，这边有43发。上来送头，
那一把的近距离打感还是真的太可怕了。那嘣嘣嘣嘣嘣一下就没子弹。那射速还蛮快的，说真的。本来在车上都还没看到什么情况，嘣嘣嘣就先下来了。那倒也是。看一下，都在那个房区啊，来这边好了。你要开车吗？不用开车吧？用跑的吗？用跑的吧。开车觉得有一丢丢的危险。哇，这老师好妖，还有吓的，你要宣告人家我们在这边跑是吧？你看被打，好妖了。他在哪打？对面啊。看到防具出来，树下，太阳能板150，太阳能板150，太阳能板有看到。黄边那黄标那个太阳能板。看你一下子按到，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在哪？往回跑是吧？应该吧。我看到一个人往回跑了。别压。刚吃了我一枪，看你不要讲，刚才那开那一枪，我自己也吓到了。对，是不小心按到。对。你要怎么攻？站前面这里就好了。鞋子的声音会很大声吗？还好。这里是门外吗？地上还有子弹。我知道，知道。说到哪去了？
什么？等下你去星河 A 放这个。什么来的？拖把要给它好像硬。我猜应该在这里吧。要十个。那你去做工，你就拿两套车，拿一两套车。嗯嗯，知道了。刚才我们来的方向那边有人啊。要移动了。对面两头那里。山上有人看到，山上有人，山上有人，山上有人。山上吗？这里有人。黄标附近啊，落个头在那里，右边一点，大概170有看到吗？上面已经有人了，那走另外一边。170 ，OK。我不要上去跟他硬干了。嗯，不值得。要不然就要绕后面把另外一组打掉啊。嗯，走后面吧，走后面吧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开始打了，我们直接往前去，躲在那个太阳板那边。干嘞、欸，打那么多枪不会死哦、喔，是累个吗？啊，对嘞。打了七八枪嘞、欸，看来我网路有延迟啊。现在他们那个高地是制高，那是完全胜利点了。对啊，是高点了。嗯。那边上面两只嘛，还有两只不知道在哪里。嗯。嗯，尴尬的是我好像没有太多盐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地点也要移动。要移动了。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。好悲啊！他在哪里呀、啊？嗯，他在下面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澳门，操你妈的！上面倒，剩下下面两个。
在哪里啊？我看到大石头。啊，看我倒了。Nice 。